总冠军是打得起的，那个第一场胜利对我们球队他的整个气势啊都有大的帮助。中职总冠军赛 ，Namigo 十五支安打逆转开红。不管你在这次总冠军赛支持的是爪爪还是芝芝，将近19000名观众的热喊炒热总冠军的气氛。两队攻防在第四局发生了变化，把握了一局大量得分，得了6分。那廖勋打了一个很超级的一个安打，让整个士气提振上来。然后后来林鸿又补了一支三分球，后来的那个三分打点的球队长又让多个投起来，就会显得比较安定。第四局一个大量得了6分，这个奠定他们的胜局。反观我们第二局跟第四局有这么好的架势，没有把五十五打进来，给我这个反观过来的给对方一个很好的架势。Namigo 以8-6击败中信兄弟，拿下总冠军赛的第一场胜利。单场最有价值球员是。球队大家都只有一个目标，所以我们一直都朝这个目标去继续努力。董兴文已经得到4颗轮胎了。报道。